鱼儿水中游，游来游去的悠悠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好料理》，健康吃百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哥哥。哎，我是上爱吃的爱你。是。哎，哥哥啊。嘿。很多人唱到这条歌哦，主题曲我就知道是什么啊。没错。但是我要先讲。是。咱这妈妈吼，虽然拢在欢迎讲吼，咱有这个卤肉嘛，有这个洋葱煎猪排嘛，有蒸蛋嘛。对。但是为什么拢无加到这个汤？今天就要来做汤，好，是不是萝卜丝鱼汤啊？无唔对，要来吃鱼仔汤，吃鱼仔汤，真健康。但是鱼仔汤做一种煮法，今天要来白菜头啊，要来煮鲈鱼汤。嘿，唔捌食过安尼呢。好，足赞哦。好啊，啊，即马材料是有啥物？后来咱的材料一定要鱼嘛，鲈鱼，对，吼，一尾，一尾，包括咱较重要就先爱先控高汤。高汤的伊个材料就是白萝卜，白萝卜，哦，啊，淡薄姜，姜，啊，这个青菜，青菜，啊，白骨，白骨，哦，啊，洋葱，洋葱，这就是咱的这个高汤的材料，材料的，然后萝卜丝，萝卜丝，对，啊，也佮有咱的姜，哦，姜丝，然后咱也佮红枣，红枣，啊，甘杞就是啦，甘杞，嘿，啊，当然差不多是爱，啊，佮只调味料安尼，哦，调味料安尼，是的，看起来嘛是简单啦，无甚物困难呢，唔对，好，啊，咱今日来准备一个啊，好来油，油，好。哎，咱们先蒸鱼啊，蒸鱼啊，蒸鱼啊，好，好，蒸两汤匙啊，两汤匙啊啦，妈妈，好，汤匙啊，好，好来，来，阿恁得个开火，火得要个开，开落来，我先吼，大大来，大大来，啊，即嘛，咱来这个吼，定下这个吼，赶快个个，哎，做均匀的对，对，阿恁这尾鱼啊，来个蒸一下吼，先蒸鱼啊，跳舞无啦，哎喏，加减会跳吼，来，加减会跳，试一下油温，油温，哎，试看卖嘞吼，好。啊，七二十，咱鱼也得好落呀。来 ，OK， 可以啊，可以。来，好，啊，得当先啦哈。来，诶，伊未跳舞啦哈。未跳舞。哦。好来，啊，咱咧生鱼啊当中吼，咱这个啊高汤的料，咱得好落呀。好。对。对啦。高汤哈，来，咱好落控高汤。另外时间来开始切物件了。对。洋葱。洋葱，哦，哥哥。嘿嘞嘿。洋葱唔免切咯，安尼一片一片。因为咱控高汤唔免。高汤就是甲切对半都好。对，嘿，安尼就达到好控。好。阿姨。哇，青菜的味道。对，啊，这边咧控，啊，这边咧蒸鱼啊。嗯。哎，啊，咱妈妈惊伊吼麻烦吼，咱就先甲控起来。哦。嘿，先控。对啦，唔免遐等吼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安尼较省时间啦。哎，哥哥啊，我问你哦。嗯。有诶，妈妈啊，对这个蒸鱼啊，就有迄个恐惧感呢。你敢先甲伊教讲要安怎蒸，较袂喷着。我较袂喷哦，我同个重要就是咱有迄个篮咯，咱有迄个鱼翅吼，先加加蒸蒸的。鱼翅加加蒸蒸。加加蒸蒸的料，咱来用这个面餐巾纸。餐巾纸。加吸水吸无干。嘿，料可能无水啊嘛，啊就袂喷。就是伊洗身躯洗了，咱来加起落打就对啦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安尼就袂喷嘛。袂，哎，袂喷。咱鱼啊蒸了就差不多安尼。鱼仔蒸了就差不多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吼，咱家己煮的物件吼，当然熟练，啊，较方便，啊嘛较安心，就得天天甲变个变吼来。哦，安尼吼，来看。哥哥啊，我要甲你问哦。嗯。我啊，我安尼想真久啊，我拢看大家吼，想讲我妈妈啊，也是讲其他的人啊，咧煎鱼啊。是嘞。有啥物巴肚拢一定爱家己切落开。对啊。嘿，啊你啊留两刀三刀啊，按较紧煎啊。哦，原来你个切安尼一刀一刀就是较好，较紧熟的。对对，嘿对。哦，我拢想讲为什么呐？哎，安尼是不是安尼要熟啊？对，浸差不多伫五分熟啊。五分熟的。嘿，对，啊，咱高汤原来要好啊。哎，这高汤很有啊，咱这高汤吼，同路个控制两点钟啊，无要紧啊，因为咱咧拍片啊，咱已经控制定伫遐。我来。嘿，对。好来。好，好来，啊，这点咱就是控了，真正咧控吼，就是安尼，他多个材料就是伫遮。啊，这控好，控起来就像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哈，来完成品。安就准备来的哈，来开始，咱这高汤就要甲变过来。嘿，高汤要甲变过来。对，啊，嘿，对对对。啊，豆豆啊，豆豆豆豆就好，我试一下哦。试一下。哎，来来，这里倒这里倒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来倒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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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，一直甲倒一直甲倒一直甲倒。好 ，OK。哇。来，嘿，来，哦，来，来啊，萝卜，即下来开始，即么高汤经落啊，下落去啊，对，嘿，来，安怎会个？所以咱得爱下材料啊。来萝卜，来，萝卜一条一条，萝卜得好落去哈，来，好。为什么爱甲切一条一条？
这萝卜丝吼，你啊一角一角，有人切角嘛，无要紧。但是吼，因为安尼萝卜丝吼，伊要食伊的伊的口感啦。哈。因为一角一角，一角甲一条有无同款的？对。敢咱面免搁打着规块嘛。啊对。吼，啊咱的面条伊着规条遐。哦、所以讲无同款的所在。所以若要食口感，就是爱一条一条。对，就是吼，安尼规条吼，你啊看伊这安尼起来安规条，对无？啊，内底都规角的，吼，咱个高汤，对啊，一条一条开始宽宽宽。对，啊，它的气氛都不一样。对啊，两种感觉无同。啊，即嘛咱要等滚一捆啊了吼，伊萝卜吼，就清净色，因为咱切丝的较紧烂。萝卜本身吼，伊对着咱细胞啦吼，啊，对着咱胃肠啦吼，啊，对着咱的这个吼，有这个降火的作用。算咱火气较大，暗时啊困较袂去，要食落。记载伫内底就对。嘿，拢有就对吼。啊，鱼啊蛋白质足侪啊。好。咱鱼啊两白质足侪，你啊看咧透明啊，迄就是即个色啊。嘿。透明哦。诶，透明啊，萝卜咧透明就是色啊。对啦，你啊看迄高汤啊，就是透明。对，你甲看吼。嗯。来，啊，即马来，咱先即个色啊，吼，来，咱个姜丝就来啊。姜丝。姜丝。姜丝是要家己爱伊个味吗？对，伊个臭臊味吼，姜丝唔免伤紧落吼，差不多安尼落就好。啊，多一点点没有关系好 ，OK， 哎，安尼哈，来，过来，啊，过来，下面的这个红枣，红枣啊，红枣伊个作用呢？红枣吼，红枣有补血作用啊，补血啊，补血。啊，你要煮酒，你家己准在，有人我要三粒，你就放三粒；有人我要加几粒啊，我家己食就免歹势。家己要食啊，啊，你要食啊，拢好落啦，无要紧啦。十粒拢好落，拢好落，来，啊，咱的柑橘。柑橘你知影无？柑橘是过目睭，过目睭，对，补气养血，嘿，这好类吼。啊，若要家己要食，啊，拢好类啦，爱你要食的吼啦，过目睭的呢，啊，那就对啊啦，那就对啦吼。好来，安尼差不多啊。啊，这行袂歹呢，对啊，拢对头够卡袂。对。好来，啊，今嘛来吼，咱的盐，盐对，这个都爱用的盐，对，盐吼，来盐，盐是爱盐一小时，哎了。准则看你爱食咸，吼咸请这你也家己择。有影啦，有个人较爱食。咱卖下伤济，嘿，咱卖时间下伤济，吼一小茶匙就好啊，吼。好。好来，啊，即卖来，烧酒。烧酒。好来，烧酒好了，烧酒你要烧酒，你家己准则，一定要烧酒，因为爱去腥味。好，去腥味。好累啦，家己要起来啦。好累呀，免歹势啦。对，啊来，你诶，迄落啊。即个是。对，差不多啦。好，有香无？香诶。好，真正。即卖来，咱要。起鼎之前，爱先甲配一首。应该讲是一个装饰。对，啊，佮气味啦。气味。诶，来胡椒粉。胡椒粉。对，来。好。哦。爱你要吃，加上一首啦吼。对。来。真正咧。来 ，OK。你来看我家己佮准备汤匙。来，你们看麦啊吼。好啊。你们看麦咧哈。讲到这烧吼，哥哥，烧惊熊，我最好食烧的啦。烧惊熊，大水灌落就对啊，嘿，你免惊吼，免烦恼，大水灌落。你安尼讲，我照做啊。好。啊，这真正吼，伫外口唔捌食过这种，实在是足甜吼，好鲜啊，很鲜啊，你个看，你个看，哦，这真正足鲜的哈。好。烧得好落呀，好落啦，烧得甲阮惊熊啊，烧惊熊。这真正毋捌食过一个味呢。对，诶，萝卜本来就甜啊啦，伊本身就真甜啊。啊，佮有咱的柑橘啦，啊，佮有咱的这个吼，迄个红枣，所以讲伊就整体的风味，对，风味。其实我感觉这道鱼仔汤吼，应该是咧专门咧顾目睭的。因为咱这鱼啊，本身对目睭嘛袂歹啊，对啊，过脑过目睭，所以最重要就是吼啊，伊有钙质，钙质嘛真正啊，蛋白质嘛，咱人一定要吸收啊，这个吼蛋白质。是啦，你若讲破病的人，拢一定要用鱼啊汤来炖嘛。嗯，这萝卜，好，我感觉你真正足内行的，我拢安尼唔免甲你讲，啊，你就知影。我豆豆看，豆豆款给你食，嘿，豆豆款。放假的。来，啊这，这鱼啊，鱼啊。真正有口感呐，一样吼。对，好，真正。嫩无？嫩啊！好，多吃。真正有够赞的，对啦吼。真正有赞的。好嘞，啊，咱今日这道菜，甲咱报告到这吼。是呀。大概做分享啦吼。嗯。这萝卜丝啊，鱼汤，咱做些朋友，咱知，咱全入手了后吼，来食这道汤就好。对。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啊，是咱关键时啊，来甲食这道吼，第营养啦。
啊健康啦，健康，个当安心。哎，这也是讲食补啦，是啦，食补的一个料理安尼。对对对，吼啊，未热也未烧嘛，未冷。嗯，这个大家拢皆大欢喜。是啊，感谢咱国哥啊，今仔呢介绍咱这白萝卜。萝卜丝鱼汤啦，冇唔对吼。虽然唔是啥物山珍海味，但是一定要食出健康好滋味。是，天天好料理，咱下回见。拜拜。